小弟我这是开了一个茶馆儿，啊，祖宗七辈半，我们都在这儿，啊，从我爸爸这开始就在这儿开始了。那么说，怎么从我爸爸这儿就是七辈半了呢？我跟我爸爸这是一辈半，之前是别人呢，在这儿开了茶馆了。这茶馆的生意也不好，都这样，光卖茶呢也不挣钱，这不是吗？弄点玩意儿啊，供客人欣赏。啊，天也不早了，人也不少了，咱这就开张，伙计们，来，这个水都烧开了吗？开了。点心都准备了吗？准备了。准备好了？哎，咱这就开张吗？还等什么呢？烤啊，开张！来，开张了，来。这一转眼就到了民国了，可快了，嘿。现如今这块地面上还是咱爷们说了算，那当然了，对不对？昨天买卖间着火，他们都跑了，上就看我在那儿喊，净看您了。对，要不是我喊，火能灭吗？那可不嘛，是不是？当然，灭火队也忙得够呛。我这嗓子都哑了，咱喝点茶吧，喝茶吧，喝点，喝点，喝点。要，您喝点什么茶呀？高的。你嗓门太高，吃点什么呀？我们爷们儿吃炸酱面，吃面，打卤面，打卤面，芝麻酱面，对，我们这西红柿面，我们这茶馆哪有这面？我管你拿过来，赶紧去啊，坐去、啊。还有烫饭，知道吗？烫饭，咱爷们儿就爱吃烫饭，那是。来，您喝茶。小二，嘿，来了你。这位爷，您要点什么？够胖的。听说你们这儿新添了玩意儿呢？是是是，有玩意儿。来点。有玩意儿啊？来来来来来来啊！来点玩意儿。您行，您等着 啊，我给您叫去。我们这儿有一个老行头，说的特别好。老行头，来来来，爷们儿，到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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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这就开张，哎。久旱逢甘雨，几滴金榜题名时街坊，洞房花烛夜前妻，他乡遇故知情敌。这学徒的伺候的一段啊，单说的老头，老头，走，下去，这就走，让你走呢。什么人这是？哎呀，什么呀这是？说的是啊。什么？赶紧换一个。给您换一段。得了，这个老谢怎么样？听说过吗？来，您等着啊，等着。老谢爷爷们儿，来，您该您了，该您了，哎。